58岁嘅夏文汐，当年系大家公认嘅性感女神，仲有香港第一代霸气烈女之称。佢喺80年代尾同商人黄冠博结婚，婚后毅然退出娱乐圈。去到早年回归幕前，令到外界都估佢系咪婚姻出现问题，但夏文汐就未有太过在意。日前中秋节，佢好有善心去到广州中山参与义工活动。活动上佢亲自落手落脚探访独居老人同智障人士，送上中秋礼物，又一起唱歌玩游戏。佢仲话将来都会继续加油，仲呼吁大家去支持呢个慈善机构。